这里是镇江金山寺，先讲个小故事。苏东坡喜欢道家佛教，却不喜欢和尚。他来到镇江后，听说金山寺有位佛印禅师名气很大，心中很是不服气啊，就来到山上跟和尚交流切磋一番。两人见面后，苏东坡便开始夸夸其谈，从三皇五帝到诸子百家，从泰坦尼克到长江二号，从天地玄黄到星座塔罗。有那么一刹那，苏东坡自己都开始崇拜自己了，心中暗暗得意，我咋啥都懂呢？苏东坡继续滔滔不绝地讲，佛印和尚在旁边洗耳恭听，并不插话。他自己讲嗨了，还不往心里鄙夷佛印。大家都说这个和尚博学多识，我这都讲了半天了，他却连句话都插不上，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。佛印和尚在苏东坡停下喝茶的间歇缓声问道，和尚与苏先生初次见面甚是欢喜，请问先生对和尚是个什么印象？苏东坡并没有掩饰心中对佛印的不屑，便直接说道，你在别人眼里是得道高僧，在我看来是那些人太过愚昧无知，实则你并无本事，徒有虚名，只是一个骗香火钱的骗子罢了。佛印听后只是微微一笑，继续喝茶。苏轼见状更是洋洋得意，心想果然被自己说对了，于是反过来问佛印，和尚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佛印很诚恳地说，先生学识渊博，和尚智愧不如。苏东坡听了很受用，回去向苏小妹炫耀，结果苏小妹却是一脸鄙视地看着他。苏东坡心想，这剧本不对啊，此时此刻小妹不应该是满眼小星星一脸崇拜地看着我这个大哥吗？你用言语贬低嘲讽和尚，人家不仅没有反驳你，反夸你修养好，你觉得谁的修养更好一些呢？没有文化哪来如此好的修养呢？苏小妹一句话让苏东坡瞬间成了人间大清醒，对佛印和尚也是敬佩万分。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，苏东坡身为唐宋八大家里面扛把子级别的大文豪，无论是文化修养还是品德个性都不允许他做出这种行为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在我们的身边确实经常会遇到这种人，明明刚懂得一点皮毛，却自大的以为自己是无所不知先生了，刚学会狗刨就敢去教别人游泳，刚学会遛狗就想着去驯服狮子，刚学会修自行车又觉得自己能够造出宇宙飞船。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喜欢用仅懂得一点点的浅显知识对别人指指点点。遇到这种人，我们就要向佛印禅师学习了，忍他让他不理他。我们也尽量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，因为当你用语言文字贬低嘲讽他人的时候，实则已经把自己的无知愚昧彻底的暴露了出来。